奇怪。好，请说。服务店叫我们去开会，汽油们叫我们去开会，一点一个会都没有开，不但没有开，还骂我们，我们没有良心，我们在这里抗议，我甚至就生气了，就讲哦，他没良心，在是太阳底下34度的底下在开会，在那里站着，主要要的是一个公理、公道、公正，他就骂我们讲哦，哎，我甚至就气的就讲，你有良心，你在吹冷气、看报、泡茶叶，这样呢，叫做有良心，我们叫做没有良心。就这样，一个公文都没有给我们答复，叫我们去开会，连一个公文都没有给我们答复。请问李副店是以什么身份请你们去开会？他没有为了什么事，那一天就是刚好他的职务。他是什么职务？是他每天要下来啊，每天有一个委员啊，每天那个主办的一个委员、啊。你是说监察院吗？哎，每天都一个啊，那个政工处的主任讲，叫他给我们查查看我们的怎么样啊，怎么为什么不罢休啊？查一查，他就骂，就叫我们去开会，什么话没有一句讲一句正当的话，都讲那个没有营养的话。那你是说他请你们去开会是请哪些人去开会？请我哥哥，我先生，哦，三个人。哦，所以你们那天是临时起意还是事先的就约好的？是事先的约好的，事先的安排，我们叫我们送资料嘛。事先的安排好的，叫我们送资料给他嘛。我们给他讲哦，里面资料很多，不需要我们送。我们就这样给他讲。哦，这样。你没忘了，啊，所以你是说你是事先就已经跟他们成型，然后他们约好那天来开会，来开会，他没一个会都没有开到，就是没有开到会，没有，一进去就是骂我们呐，一进去就骂我们没有良心啊，怎么样啊。啊！我心中就气了，就讲啊，没有良心，在太阳底下34度底下在抗议十几年，那你有良心在里面看报、吹冷气、泡茶叶？你们有良心，我们没有良心。我们争取的就是一个公道、公理啊，法治，不是讲没有法治就随便搞一搞就好了，就这样。刚才那个邵俊伟给我们拿个公文去啊，你看我拿给他看了、啊，我们写这样，那写他答复这样子、啊。你说谁拿了公文去？昨天我给他。爬到上面给他敲锣打鼓嘛。Uh-huh. 那所长那个宗教东路的所长啊，宗教东路的什么？所长哦、欸，分局长嘛，你的意思是？欸、对，警察局分局长。对、欸，他来给我们拿公文讲啊，看为什么我们就那么激动。他来拿公文，拿他给我们答复的公文啊。然后他们给我们答复的公文，我们写信他给我们答复，好像他打的一点都合理都不没有一点逻辑的。啊、打了你们写这样，那没连边都没有打嘛，连那个边都没有打，我拿我们的谁的拿他打户的公文给他看嘛、不要讲是叫你们不好做人嘛，纵使你们来的，你们也要出一餐饭的，我们不能讲叫你们暴力的，叫你们一餐饭都没办法出嘛，就这样子啊 ，OK， 就这样。那他拿了你的公文跟答复了以后，他说什么？没有，他还没说，他昨天才拿的，昨天看，今天拿嘛。昨天看，今天拿，今天现在才9点呢，已经拿了。拿了，哎、欸，我要去拦那个刑警长啊，我要去拦他，我要冲他。哦，他就给我跑过来给我拿公文啊，他就拿着就走了。你说谁跑过来跟你拿公文？就是仁爱路的派出所的所长嘛。仁爱路？不是，忠孝东路。忠孝东路。哎、欸，他来，他昨天有看我们的公文，哎、他今天来拿，昨天没有拿，今天拿。哦。昨天没有拿，昨天光看哦，看他打我的公文哦。啊，今天是我是拿我他我写的公文，我写这样，他打我这样，哦、他讲连边都没有打我。那他拿了以后有说什么吗？他没有，他拿了就走了。那你怎么知道他是所长？我在这里抗议十几年了，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哦，他有给你名片吗？没有名片，我们他也穿这个制服，我们一看就知道了、啊。哦，你是说他穿这个制服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制服他就知道了，知道是他是两旬两科啊。两旬两颗两颗星哦，两颗星星啊，那三颗梅花还是？哎，就是那和梅花不一样，梅花比较漂亮，它那个比较不漂亮。啊，那个局长有下来啊，局长是三旬一颗的啊，我们弄得很清楚啊。哦，我先生是上校的吗？我弄不清楚，我还要来抗议啊。你先生是上校、哦？我先生宪兵上校队下来的、啊。哦，哪里的宪兵队？
公司在那边的样子，本来在沿山那里，本来在新生南路，新生南路开新生当高架桥，然后来搬到沿山，沿山后来又搬到那个。后来又搬到那个什么那个建民事务部，本来不是在盐山吗？盐山他后来就调来三军总院。那你先生是后备军人，算是后备军人啊？他怎么不去找后备军人的那个去帮忙他、啊？怎么帮忙啊？他在八路车子，他走路都要推车子哎。哦。在家里要拿拐杖哎。哎呀，辛苦。啊，他为国家为什么没有贡献吗？啊，没有贡献吗？一个月我嫁给他的时候，他拿两三百块。我的儿子现在46岁了，啊，他就是为了这样子来哦。本来我甚至可以升官的，他就是为了这样叫他退下来，叫他退下来给征收我的土地，你知道吗？叫他退下来然后追，那就征收我们土地啊。哦，那时候他几岁？他退下来那时候，退下来的时候呢，五六十岁，然后那时候薪水很少啊，我房子要贷款啊，他就去英雄馆做了好几年，回去英雄馆做了好几年。这样，我就给他们讲，我想我家里三个男人，没女人，就我一个，一个在宪兵司令部，一个在金门，一个在东营。我想我比谁都勇敢，我就带来孩子和我陪我一天过一天，就这样过。我想我比谁都勇敢，那我比谁都干净，我没有拿任何什么东西。那个宪兵副司令哦，送我们一条高丽菌，我深深摇一摇讲啊，汤哥拿回来给孩子吃吃没关系。一打开是高丽菌，我们马上就退回去了。你拿打开是什么？高丽菌嘛。高丽菌。哎，对啊，就是他娶的老婆是那个韩国人嘛，回韩国他就给我们送来给我们每一个猪。